专论圣王行义正法，地化天下，令其安住善法，无住过恶意念，因得国德其所，是以因缘合故，人民心所信服，人天共应共用啊！要用心啊！要先把心放下，人间啊，爱要安怎样？把烦恼扫除，这是咱学佛者的目标、志向。佛陀呢，在人间啊，无不都是为着一大事啊。这一大事是非常的艰巨，真困难啊，就是因为这困难，所以要用无量定劫的时间，生生世世，来来回回，任何时间，任何空间啊，无处不在。但是又是奈何啊，所以需要人人修行，需要人人呢能听法、说法、传法，所以叫做转法轮。法轮要转在人间啊，就是爱自己好好修行，也都是爱长时间修持。所以啊，专论圣王行义正法，地化天下。天下无处不在呀、啊！充满了正法，在普天之下，谈何容易呀、啊！所以，大家人要好好用心。这个天下呢，是什么款的天下？心外有开阔，无法度测量边际的天下。但是呢，反观自己呀、啊，就是自己心地，这天下，家己的心啊，这是真开阔。放诸无边际，修下来呢，那就是一念心，所以时时正念呢，就爱回向在家己的内心啊，好好地立在天下，所以令其安住善法，无住。好恶意念真重要，大家人爱用心啊！这个心念啊，在咱的心地上啊，意念间、时间是刹那啦，天下是开阔，所以啊。心地无边际啦，
一念间是刹那间呐、啊，这都是爱真用心，搁听落去这段文呐、啊，下面的经文吼、哦，无不都是要幸福烦恼，所以爱好好对众生因德各得其所，是以因缘合果，其实。时间空间啊，咱真多呢，内心的烦恼魔啊，嘛真多啊。要安怎去降服伊？要安怎转恶为善，转烦为智？这呢，就是爱好好用功，在人民心所信服。人天共应，共应吼，这期待心心念念啦，都已经受咱幸福过啦。起心动念呢，无不都是好念，是善念，是愿意付出的善念。这呢，咱爱真用心啊，过去。未经先说救命需要，妙法华经啊，佛陀呢，成佛40多年啦，从小教而中性的教法，大乘法，过去未经显说啊，救命需要，因时啦，根基未熟。温习是狂，其实佛在这42年间所讲的正法啊，就是拢总有这个大乘知识呢，蕴藏着、蕴含着啦。大家人根基无够啊，无法度去体会。佛陀呢，也无真明显来点出，这拢是温习，习还是伫咧？那用这个习法啦，种种方便，譬如言辞来说法，这是佛陀伫40多年来。就是安尼，随顺根基啦，根基还未成熟，讲出去呢，可能也会反作用啦。这就是佛陀久久不说，久久呢，安尼久灭需要，还未讲出来，其实内心。已经含藏啦，本来就要开权，把这个权拨开啦，本来就要显示啦，但是无奈根基未成熟，所以还是呢啊，温习是权啦，习不得闻啦。如是大乘妙法，过去啊无法度听到，其实是无法度体会到啦。所以以无量国中及边邦向力不得闻，这就是表示呢，咱的心啊，彼此也无法度去体会。
甚至呢，真细腻，诶，这个细法啊，嘛无法度呢去了解到，这拢是伫咧讲心法，唔是干那讲普遍啦，因为法也未真实明文啦，安尼表达出了迄个实质出来。所以大家人也阁无清楚啦，所以大部分的人无量国中，就是大部分的人啦，也阁无法度接受根基啦，也未够啦。大部分人发这大纲都也未接受到，何况讲内面的细节。的妙法呢，更无法度通体会啦。所以称为无量国中及遍邦乡里不得闻，就是也无法度体会这个道理啦。这是啊，先甲大家人，和大家人了解呀、啊。咱听法一定呢，啊，甲这个法。听入心，要安怎调整咱的心？的法，唔是干那讲，要去调整别人，是爱调整家己。凡事呢，付出了后，放下了，面对的烦恼，过了后，放下了，这也都是心的。训练呐，要那不是呢？佛陀啊，所领导的六根比丘啊，佛陀无奈，提婆达多呢，带动了五百的精众，佛陀无奈呀、啊，同款的道理啦，这人世间呐、啊。咱爱知影世间烦恼偏多，在安乐行品，咱会去遇到的代志有偌多，安怎样，闪会过真多的烦恼，咱才有法度安乐。也是讲过去呀，哈，不安不乐啦，这是世间。外面的代志呢，真正爱烦的代志真多啊！但是呢，要安怎样降服自己内心的烦恼，不烦的乐，真呢真难呐、啊。所以讲，要处理外面的境界比较简单。处理内心的烦恼，无简单呐、啊，都亲像人的病呀，病搁较安怎当？有对症下药，只要了解伊的病是伫倒位，会当通我治疗。但是心病呢，难医治呀，这就是烦恼。这就是无明啦，烦恼无明呢，这强力啦，这个力是真大，所以咱要安怎样？用长久的时间，爱耐心嘛，就是爱不断自我调和，在正面的经文啦，咱爱用心，搁再体会。未来的经文，过落去的经文，这是爱真用心嘛？前面的经文讲，六在七六成业，空寒林中，有人来欲难闻者，诸天听也，尚未发觉。二为何之？令令停车
解的欢喜，这法也期待是安尼吼。那修行者、文化者、传法者，也都爱安尼，佛法会当通普遍呐，不只是遍住内心呐。常常讲，法入细胞的内底，无时不在法喜中。也咱法嘛，都爱在普遍人间每一个角落中，所以每一个角落无处不在啦。那就是极乐成一空含林中，顶顶啊，法爱普遍，但是呢？在这个中间，也还有有难闻的人，这就是这中间也还有烦恼啊，烦恼为难的代志，心内的烦恼，心外为难的代志，这拢总是有啊。啊，诸天听也相为法故，以为何之？也是爱周围啦，爱有大家人来发心嘛。这诸天情义无情呐，那有佛法呢？那这空间时间好过啦，也那无啊，时间空间都是难过，所以咱要安怎样？会当这个法普遍地，这周围啊，拢有佛法，令令听者呢，得欢喜哦，拢会当欢喜呀。这是法，爱时时伫心里，不管有虾米款的难来，咱真紧启动呢，内心啊，法的细胞。会当启动起来，烦恼无明，赶紧扫除。那法啊，爱赶紧的发挥效用，这是咱爱真用心。所以才好啊，此经是一切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心力所获果。经文都安尼甲人讲啊，咱应该爱真清楚。所以上面的经文在讲，文殊师利啊，是《法华经》以无量国中乃至明字不可得闻，何况得见受持读诵啊？佛陀真慎重，再个叫起了文殊师利，叫文殊师利啊，就等于呢要启发人人的智慧。文殊师利就是智慧者的代表啊，所以啊，阿哥都爱叫起智慧啦，爱知影《法华经》无量国中。乃至明字不可得闻，真多，就是连《妙法莲华经》这个名字呢，都也无法度去透彻了解，无法度去听到，何况讲规个经的内底的内容的意义呢？《法华经》的名。都无法度去听到，所以呢，何况得见受持呢？真正见法啦，真正无简单啦。何况呢，修入心本来呀，何好来经的内容文字受持读诵，这法的心本里真无简单，所以。下面这段文再讲吼，那文殊师利啊，
再要阁叫醒大家人的智慧哦，爱用智呀，分别智来听法，是对是唔对吼？拢总呢，爱用分别智，是是是非啦，是法是正是邪，拢总呢爱用智慧来分别吼。所以文殊师利呀。譬如强力转轮圣王，欲以为世降伏诸国，而诸小王不顺其命，时转轮王起将将兵，而王讨伐。哎，真用心嘛！这段文，那有六种的譬如，威服诸国的譬如，小王不顺的譬如，起兵王法的譬如，有功欢喜的譬如，随功相属的譬如，不以诸。的譬如吼，这呢会有一段一段法的譬如，咱即嘛要听的啦。这个法要安怎来譬如呢？就是啊，譬如强力转轮圣王，咱大圣。甲强力转轮圣王呢，咱爱先知影，就是亲像大威德的如来，哎，先了解吼。那这个金轮王者有大威力，降伏一切，亲像佛陀伊呢。必地啦，威力吼，地位呀，威力啦，真大吼，还以会当以天下这万物真理已经汇合在一起，所以一切的道理完全清楚啦，这地位大威力啦，会当降伏一切。佛陀已经透彻了解啊，以心呢无烦无恼乱呐，这会当真冷静。咱的经的内底就是记出了转轮圣王伊的德啊，伊的力会当降伏天下众生，这是爱未来阁经过正长久的时间。众生要真好好修行，修行呢有这个福啦，转轮圣王出现在人间，迄个时代啦，那自然呢，这转轮圣王一出呢，天下太平啦，众生的心呢真顺服修法啦，不为。贵呀！这种真正的孝顺的国家吼啊，受这个转轮圣王所领导，所以叫做降伏吼，德力合众，用伊的德啊来降伏所有人民，和人民呐，拢会当真乖。啊，真单纯，啊，真善良，会当受教，这就是未来啦。转轮圣王出现的时，天下呢就是真正的平顺啦。转轮圣王是安尼，佛啦，有大威德啦，涅槃。一切种种众生，所以佛
就是譬如专论性王啊。可见佛陀呢，在这个作恶的时代啦，要安怎样教法呢？普遍不断地的破啊，破到未来呢，人寿84000岁，迄个时代，这人寿84000岁呢，大家人拢知影，这个劫长时间啦。百年减一岁，减到人寿10岁，咱这当阵已经将人寿84000岁减到现在啦，平均的寿命是几十岁啦。真呢，天灾人祸不断地咧发生啊，愈来呢？天灾愈多，人祸愈多啦，损失生命的几率会愈来愈高。虽然讲啊，现在呢，人的平均寿命就是讲一般啦的寿命啊，现在医药发达啦，医疗发达啦，那会当马上。抢救会当马上呢，这应变下药，药啊不断不断啊，伫咧发明，仪器不断发明啊，所以啊，现在的人啊，应用阁有够的嘛是真侪啊。宏观的，迄个真贫穷困苦啊，无注意。无粮食啊！这出世无偌久啦，就无去啊。那是甲安尼啦，愈来呢，这种气候不调和，那人心不调和啦，天灾人祸愈多啦，人口愈多呢，那伤害啦。生命在迄个危险的几率上是真高，所以未来，咱现在虽然是讲科学真发达，就是科学发达啦，人民呢，这个危机是愈高啦。那佛陀呢，就是期待法会当降服一切啊。让人人的心向善，祝福愈多，就慢慢啦，这渐渐的，伊就会搁再慢慢增长。百年增一岁，一直增，增到人寿84000岁，这是一种长时间的譬喻啦，佛法。安定人心啊，遐尼久的时间去安定，甲迄当阵呢，这专轮圣王出现，那唔免去改治，伊自然呢都真孝顺呐，不敌子孙呐，这呢就是爱看专轮圣王迄、那个福。有做到安尼无？伊个福那大啦，伊个人民呢，就是真顺啦，不敌而安啦。这
就是爱心啊，都爱不断累积吼，所以维护、维护啦，这个维系力啦，幸福祖国，就是专轮圣王。佛陀呢，转法轮呐、啊，也就是要降伏吼，用法妙来降伏魔障。这个法啊，就是来降伏咱的魔障。啊，魔在多位呢？魔就是咱的心魔啦。心魔呐，降伏未过呢，那就是一切的法。都无路用哦，所以都爱好好降伏心魔。佛的要成佛，伊嘛爱降魔啊，爱真正爱降伏的落来的心魔。啊，这个心魔呢是啥物啊？五蕴呐，五蕴魔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啊。这过去嘛，常常伫咧讲啊。这个五蕴魔，啊，这个唯识力呢是啥物啊？是禅定智慧的威力。有禅定，咱的心爱定，定得住啦。心若定不住呢，这明清这禅用意呢，就是魔啊的入。所以常常讲啊，咱爱摄静思维，心呢一定爱静落来。好好清清楚楚的思维，有静思维啦，才有法度扫除烦恼。也若无静思维呢，心一直伫遐伫咧起伏啦。啥物叫做禅定？心都未静啊，如何能定呢？心不定，智慧安怎会生起来呢？无法度。所以啊，必定呢，要好好修行啊，用禅定智慧这种的力量啊，就是威慑，用以降伏其心，好好来降伏咱的心呐、啊，静思维啦，专心呐、啊，那三性智慧，安尼呢来降伏咱的心呐、啊。而自静啦，心意念力，这叫做唯识力。咱家己的心爱家己静落来，这个念力啦，这予咱烦恼无明啊，气地归向清净之佛道。这个心地啦，就是伫咱家己的心，真如本性。嘛是伫咱的心啊，佛陀呢嘛是伫咱的心啊，咱甲无明烦恼扫除，互咱的心清净，环境清净，外面的环境清净，人人这个互相合好协力，互相互爱，咱内心呢爱调伏家己。这呢，就是咱的内外环境啊。所以金玉轮王，譬如如来啦，有禅定智慧，故引强力吼。这
大威势的强力啦，就是佛法吼。所以日诸消亡不顺其命，虽然有安尼的佛法啦，但是呢，小国不顺轮王之命。尽管有这么好的国王啊，但是呢，国外哪有啊要侵犯入来？这个国家已经真平顺啦，但是外面侵犯入来的，这如诸意见不立正法，就是讲其他的见解，咱的正法。心念啦，有时阵呢，会入来一挂无正确的观念，这就是自小国。咱本来伫正法中啦，那外面呢，佫有甚物款的邪思邪见啦，来影响咱，这就是来侵犯啦，这就是自意见不立。正法吼，所以因中自无明啦，烦恼定魔因，咱过去的因缘果报啊，过去的因缘，现在的果报，过去有种什么因呐？这世人有什么缘？那伫这个因甲缘呢？过去的因啊，真强呐！那现在的缘呐，都会造成了真多的困扰，心境的困扰啊，说者无心嘛，听者有意啦，就会伫迄个所在作怪，真的就是因烦恼。因中之无明，就是迄个原来啦，过去所做的因，带来咱今生无明的这个缘呐。所以缘来了，烦恼呢，成为内心的魔。所以讲，这个因缘呐，实在是真可怕，基因。啊，这个因啊，就是种子，无听到过去生中今生的缘，所累积起来真复杂啦。所以呢，这安尼不断呐来侵入吼，所以有这个烦恼魔，这个烦恼呐，一滴一滴呢，伫内心产生出来，所以如色因呐。色印就是在五印魔王吼，五蕴的内底啦，以这个魔啦，色受想行识，在五印魔一直伫心灵伫咧缠呀，破袂出去啦，外面的意见啦，不断侵犯入来，真的就是。因缘呐，所以时转轮往起将将兵，而往脱法起兵脱法啦。就是譬如呢，伫咧修习佛法，开始伫咧修习佛法，伫咧对治心魔来扰乱呐。就譬如佛所教法呢，善卡受用，这个法。咱来立心嘛，立心来，咱来善卡来受用。常常讲，
听来的法要落实在生活中，要落实在人跟人的互动啊。是啊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环境所接触，无不都是佛法。在大拿呢，我们的志工离婚跟患者的家属互动呢，早起时讲的话啦，马上哦，早起师父安尼讲，都是安尼的境界啦。就是啊，一直真紧就去讲到别人安怎啊。其实讲的人是无心，听的人是有意啊。有意善解呢，就是法；无意善解啊，那就是无明烦恼啦。所以，譬如修习佛法啦，那就是应该就是要对治心魔来恼乱啦。这呢就是善意的善解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譬如佛法这种教法啦，这善卡受用，佛法是安尼，咱也要善卡来给受用。这是对治心魔来恼乱啦，所以叫做种种病啊。种种病，就是七现中啊所修的方法，就是前军前队无法度第二队搁出去，那就是譬如咱修行啊，初接触到的时，一直甲迄个烦恼伫咧对治的时，那初出去，那搁在第二处再出去。就亲像佛陀呢，伫咧教育啊，声闻缘觉啦，要安怎来修，安怎去进阶去修啊？初接到佛法会欢喜，那再初呢接触到佛法会受用啊，人间无常啊，这种的觉悟听法。了后的理解，在人间人生无常的法已经呢知影，所以所修方法，这就是第二提出的病灶。还有第三、第四的果吼，就是种种所修方法的好根。佛陀呢，将四体的法啦，一地呢。十二因缘法，予咱知影世间的苦难，等等等等所累积，哇啦，真多呢，无明烦恼啊，那真多呢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因缘果报啊，拢总在啦，一日开始呢，予咱了解啊，爱破三毒，因为。贪嗔痴慢疑，贪嗔痴呢为主体啦，三生呢迄、那个傲慢啊、怀疑啊，等等，拢成为心病啦。这个三毒，或者是五毒啦，这分成了八万四千字扣修。扣修，那就是修德啦，就是烦恼啦，就是无明啦。咱伫咧如是五闻啊，解释比丘
地球呢，内底敢唔就是有杀精呢？这个精就是叫修，就是修德啦。把咱的法一直呢，把咱搬老掉去，真正佛法咧入心啦，就是呢，因为烦恼无明，和咱的法呢，那消失去，这叫做已经是老掉去的法。那呢，真正的正法啦，就是和烦恼无明，把咱消灭掉去，这叫做叫修啦，这个。冤家对头，咱都是安尼伫要修行，咱已经累积遮多的宝藏，啊，就是有安尼的多劫，有安尼的冤家对头来侵占咱，就是，好咱呢，这满心拢是无明啊，好咱的烦呢，无法度去甲伊对敌吼，这就是咱真烦恼。在令破者是八万四千法门之官兵，就是爱用八万四千的法门，这指小乘七贤呐，又名七方便位吼，啊，或者是叫做七加行位，都是声闻声吼的人呐，都是。爱好好修持啦，啊，这个方便教法呢，无离开啦。这个五停心观，参加别相念珠，甲众相念珠吼，也个有，就是乱法、定法、忍法、舍第一法，这呢，安尼总共啦有七个。为哦吼，咱来真清楚去了解这七位地吼，因为五停心观呐，那就是咱平时伫咧讲啊，一第一咯，就是不净观呐。静观呐，咱爱定定观心不静，咱的辛苦是真不干净啊。也个有第二爱慈悲观，咱爱培养咱的慈悲啊。还因缘果报，咱爱真清楚，对人爱结好缘呐。对众生呢，咱来听受，爱护一切物命啊，慈悲观呐、啊，来对治呢，这种残忍呐，伤害别人，伤害自己，这种呢，这都是都、就是拢唔对的吼、哦。咱来培养咱的慈悲，听受。一切众生啊，咱家己嘛是众生之一啦、啊，所以讲国内的人民，那咱的心的内底啦，嘛真济的生命，真济细胞呢，这拢总是生命啊，所以咱的慈悲啊，迄、那个爱的力量，爱善待一切。因缘观呐，咱爱了解因缘，吼，也都爱用心去体会，也个有，咱要安怎样来，好心调伏出来，咱爱念佛，念佛观啊，有个人心要可以静，可以专心念佛，不过有个人无念佛的习惯，咱用素食也会用的，所以。不管是念佛啦，或者是素食啦，素食就从头一直算算到十个回倒转来，或者是从一直算算到百，不管安怎，都、就是心用伫素食的内底。
底呢，所以呢，素食观吼，那调息出去入来，这嘛是一个方法吼。那念佛也是一个方法，这就是用功啊，一对称吼。所以咱啊，一旦用心去体会、去了解啦，这七方便位吼，就是五停心观，参加八相念珠，观心不净，观修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那总上念珠呢，就是四念处啊，啊个下面呢，乱法、定法、忍法、舍第一法，这四项都是修行啊。开始冷冷啊，也咱都爱用功，用功，这个法好亲像有温度啊啦，亲像咱伫咧稽查哦，这个以木取火吼，那迄茶有当时啊伫咧稽啊稽啊，稽甲真热真烧呢，伊嘛会出火花啦。同款的道理啊，摩擦摩擦啊，滴滴嗦滴滴嗦，嗦过来呢，伊嘛是会发热啊，会烧。有当时讲，啊哪会大片的山林呐、啊，啊哪会去烧去呢？唔是人点火，唔是人纵火，是因为呢，这个树啊，伤大啦，啊风滴滴吹呢，啊树枝滴滴摩擦摩擦。变成了呢，有火花，就安尼呢，就多起来啦。这就是乱，乱就是安尼一直呢接触、接触、接触，甲有温度的意思，就是讲佛法入心啦，慢慢慢慢，已经冷冰冰的心变成了有温度的法啦，这定法。是不断不断的，那就提升起来，这个法不断提升。但是修行的过程就是爱忍，爱经得起呢外面的环境，内面的烦恼，就是爱堪忍呐，内外堪忍，这个叫忍法。世第一法啊，世间第一法呢，那就是。微妙法啦，那对人间一切啦，隆重呢透彻了解，不受人间法呢所影响啦。真呢，就是拢爱真用心嘛。净三是三行为啦，吼，好事呢是四善根吼，净三是。我听心观啦，那八相念珠啦，那总相念珠，这是正面，叫做三贤位。后面四位呢，那是培养咱的善根，就是乱法、定法、忍法、舍第一法，这都是哎一直不断的心嘛，哎真继续。你那是去给冷气啦。你讲啊，这个人，就最近啊，哪会这么冷呢？就是法已经断去了，所以伊就较冷落去，咋唔通？所以爱静静，六道万行啦，其中就是静静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啦，才有法度禅定智慧呀。这就是咱修行的过程吼，那就七贤位啦。这就是要安怎准备好，甲这个烦恼魔对立的方法，那就是爱安尼不断培养吼，那让大家人爱真用心，每一段每一段都有所披露啦，法。用譬如的方式呢，予咱更清楚、更了解。所以啊，烦恼无明真可怕啦！那无常呢，都是烦恼的
刹那一念间，所以大家人爱好好多用心嘛，时时行好烦恼哦。